哇！哎呦我去！来，谢谢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卡片，卡片，卡片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卡片，这一盒卡片要60块。其实让你拆成黑卡又能怎么样？那你有这个钱，你咱买点学习用品。那再不济，咱买个玩具，还能培养个兴趣爱好，或者出去吃个甜品、看个电影都行啊。你干嘛非得盯着这个卡片买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学习用品、玩具、海绵宝宝的电影票。姓苗的，你故意过来拆我台是不是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买卡片那个钱，咱去看个电影。来，海绵宝宝的电影刚上映几天，我买了。做陶泥的玩具可以促进亲子关系。来，学习用品，点石石工仓金色舰队，期中考试必备，趁着打折我就给欣欣先备上。来，欣欣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希望你期中考试能再接再厉，这次好。你有的。你咋给他俩买这么多东西？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打个比方而已。我的个乖乖，那意思你给他俩画大饼是吧？你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买不买卡片省下来钱你干什么？走了，不要理他，我去看电影去。走啦。今天我们看的电影就是这个《海绵宝宝拯救比奇堡》，来发电影票了。几号？4号。我看看你捡的玩具，我看一下嘛。哦，捡了一个章鱼哥的玩具。我们是自己留着还是还给别人？还给别人。那行吧。又不是我们的东西，留着了你不感觉很别扭吗？有道理。你爸他不懂。我不懂。我的东西，你们的东西我拿了。没想到啊，这海绵宝宝刚上映，来个电影院看竟然没啥人，除了我们家就上面两个人了。我想跟上面两个人一起。你想跟他们一起啊？那你去嘛，去问一下他们家还缺不缺女人。那我们一起为海绵宝宝奏歌一曲。绿，我们都在绿绿绿绿绿绿。哇！哎呦我去！人见人爱的海绵宝宝。因为他在休息室设置了贩卖机，只要我们听话。哎呀，结束了。你妈妈睡醒了没有？总体来说有点奇思妙想，偏离电视那动画片的主线，是不是？看到最后看得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。